奶奶呢？不是让你请她出来吃饭吗？她不肯啊，下午就出了一次门，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。我怎么敲门，她都不理我。那我把饭给她送进去吧。哎妈，你吃饭吧，您不是一会儿还要去医院吗？我来给奶奶送。 你来干嘛呀？奶奶，我来叫您吃晚餐。我都说了我不吃，你还要叫我吃？你面子比较大，你说话我就得听是吗？不是，我知道您是担心爸的身体，可是您不吃晚饭，如果被他知道了，他也会担心啊。 我告诉你，陈峰在外头作为作父，我管不了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奶奶，您不吃晚饭，我是担心您的身体。你出去。奶奶，哎呀，我让你出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 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，你从小就不听话，你非要惹我生气是吧？你还这蹲着干嘛？你赶紧找月子给你敷点药啊！去啊！哎呀，你赶紧去呀！啊，我现在就去。 快吃，菜都凉了。嫣然，你这里是怎么了？啊，我刚才有点头晕，然后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就擦破了。头晕？怎么会突然头晕？可能是因为。 没吃东西，低血糖吧，我吃点就好了。你快吃。嫣然，你记得明天要随身带点点心，怀孕的人肚子特别容易饿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 那我先去医院了，你们慢慢吃。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。 这个伤到底是哪来的？我不都说过了吗？我自己撞的。撞的？你告诉我，家里哪面墙有这么尖的角，可以把你撞成这样？嗯，就那……刚才你去奶奶那儿，是不是奶奶干的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，就是我自己撞的嘛。 哎呦，我说多少次了，是我自己撞的。看着我，看着我。说实话，别骂我。奶奶她也不是故意的。
爸现在在医院里，他也是心情不好嘛。就这可过几天就好了。哎，程峰，老板，你凭什么动手伤嫣然？程峰啊，程峰，你怎么敢随便进我的房间？嫣然现在正在怀孕，她又没有得罪过你，你有什么气就冲着我来好了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一直在公司想夺权，现在你爸还没有死，你别妄想造反了。造反？是你伤了嫣然，你现在说我造反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行使爸给我的权利，掌管好茶桌。哎呦，你别一口一个爸叫得这么轻，好吧？你爸住院你去过几次？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能生出什么样的种。就你那爸，还有你那妈。住口！我妈对你们唐家还不够好？现在茶庄是我做算，你最好给我搞清楚。要是你还想留着，就给我向嫣然道歉，向我妈道歉。你道歉！我不跟你多说，你给我出去。道歉！滚蛋！奶奶，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嫣然，你干嘛了？哎呀，我的手！奶奶，摔到哪儿了呀？我的手！奶奶！哎，疼死我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先坐床上吧。哎呦，啊，奶奶，请。你先坐下。我的手断了，断了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这个白眼狼，他抢了你爸的公司，还想害死我！你再跟奶奶做主啊！对呀，你走。程哥，先送奶奶去医院。奶奶先起来，我送你去医院，先坚持一下。忍一下。妈，小峰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不是。我们还是回家住吧，住医院也不方便，再说家里还有人照顾你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再给我出馊主意了，家里有你那个混账儿子，我回去做什么？我今天就是死在医院，我也不愿意回去看他那张清水脸。妈，您别生气，回去我跟小峰好好谈谈。他什么？你跟他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们母子俩吐了火的气，我还能对我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别再烦我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奶奶，你激什么动呢？阿姨说的也没错，在医院也不方便，咱们就回家好吗？好好啊，好好，你别再劝我回家了。那个王八蛋陈峰，他把我气成这个样子，我回去干嘛？我回去跟他拼老命啊！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走吧。你们不就想我死吗？我早点死了，你们不就清静了吗？让我死在医院！哎，奶奶，正好，反正天福园还有空余的房间，要不先送奶奶过去，我来照顾她。这样好吗？放心吧。嫣然，心雨，奶奶伤怎么样了？奶奶没事，只是扭伤而已，注意调养就好了。这么大晚上过来，你们怕肚子里的宝宝抗议啊？我没事，只要奶奶没事就好。今天不能全怪程峰，他也是怕我受委屈，所以才跟奶奶起了争执，他不是有意的。我明白你维护程峰的心意，这就跟我支持郑浩到底是一样的。可是现在的程峰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了。你的意思是他还做了我不知道的事？如果说伤害奶奶是意外的话，那他想要关掉天福园就根本是一场夺权的阴谋。他要关掉天福园？
欣然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。如果有一天程峰伤害到你，你记得还有我们这群朋友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去迁就他，听到没有？谢谢你，欣然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可是我现在有了跟程峰的孩子，我必须要坚持下去，撑起这个家。